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赛翔，今天是4月8号，然后4月8号有一双乔丹13代的低筒版本要发行，所以我现在要去那个店里买一下。对，虽然这双鞋子不用排队抽签，终于不用排队抽签了，但是还是说限量，每人一双鞋。但是如果要的人比较多的话，还是要以这个先后顺序。现在是52啊，11点还有8分钟，我快到了。太好了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排队，我前面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应该能买得到。补充一下，补充一下，这双就是我改鞋前的这个，这个好像不叫北卡蓝，叫风暴蓝。不好意思，我上一节节目搞错了。然后今天恰好我穿了这双鞋子，哎，比较一下，对，就是这双鞋改来的。OK， 我要去买我的13代了，好像现在没什么人啊，所以比较好买。Hello， 早安。对，哎，所以男女鞋都有的吗？我赶紧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。哦，碳板好像长得不太一样，就是女鞋，这个是男鞋，男鞋底下是有颗粒的。而且没有，上次拿的不是这个吧？不是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对，我这双鞋是你们拿你们店家那个暴风蓝改的。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改成这个样子，改成这个样子。Yes。其实我觉得低帮不比高帮难看啊，而且现在这个天气，反正在台湾，我觉得你穿高帮13代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鞋头啊，鞋头呢，它的鞋舌是麂皮的，然后黑色的麂皮，上面有一个比较圆的这样的洞，对，然后透气孔，上面的飞人 logo 呢是用了这样一种有一点像北卡蓝的颜色，我自己觉得，然后是比较明显的，然后飞人 logo 旁边呢也是这种光滑的麂皮啊，是比较光滑的那一种。鞋子后跟呢也跟13代一样，只不过它的这个非常袖珍的 Jumpman logo 啊在侧边，对，也是蛮显著的一个标识。鞋底呢，经典13代的鞋底，人字纹路配合啊分掌的气垫，然后黑色的橡胶环绕，然后它的碳板呢这边是用了一种啊，蓝色碳板。这个鞋子好像是雷阿伦在大学时代穿过，对，这是一双有球员试着过的配色，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小斑点，然后呢这边的猫眼它是用的这样一个蓝色的啊变换蓝的猫眼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质感的，我当时在店里第一眼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然后呢黑色的 Jumpman logo， OK， 超帅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觉得这双鞋啊很 man， 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拍那个星空配色跟大家讲过，蓝色和黑色是我觉得最适合男生穿的配色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难看的球鞋，但这双鞋子从刚的情况看，应该是没有人，没什么人排队啊。虽然是限量鞋款，所以我希望这种球鞋赶快开折扣啊，开折扣开得越大越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几双了。所以呢，非常赞的一双13代球鞋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买买看。哇，台北的机车真的太考验这个话筒的收音功能了。捷运站出口啊，因为要交收两双鞋子，有一天突然我的脸书粉丝页就有人给我发消息，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讲说他想问我有没有科比的鞋子要卖，可是我只有一双 Kobe AD， 但是我本来没打算卖，那因为那是我第一双 AD 的鞋子，后来想想看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我的观众会比我的鞋子更重要一点，然后我又能理解学生攒到零花钱想换篮球鞋那种心情啊，因为我也是那样过来的，虽然他年纪可能连我一半都不到，想了一下说还是卖给他好了，所以呢我今天就有带啊，其实卖给他蛮心疼的，我带两双鞋，一双鞋是那个科比 AD， 另一双呢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评测的韦德的对上的一双，也算是签名鞋吧，对，还没来得及评测，因为我想说他应该买篮球鞋也蛮不容易的，所以我打算买一送一，然后把这双对上的鞋子也送给他好了。眼睛怎么了？眼睛啊，早上起来就这样红红的。对，所以是这位帅哥，哎，是你还是我们一起啊？一起啊？没有啊，就是刚好一起。谁穿啊？你穿还是他穿？他穿吗？你给我3000就好了。3000就好了吗？对，不是3500。没关系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那你回去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穿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好打球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送他一双鞋，然后来少要他500块，算是给他个惊喜吧。对，
蛮酷的啊，小伙子，好好打球，有没有？我相信你有看这个影片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有说送礼物给粉丝页的观众，对不对？是这个 Champions 的袜子，对。然后今天就记一下，所以电到电这里吗？电到电期间，期间。你好。好。点数需要吗？不用。OK， 黄同学，你的礼物我已经给你寄出去了啊，收到之后记得给我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在那个数位黑胶兔。老板打个广告，顺便测一下音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顺便测试一下这个，这个 Rode Video Mic Go， 因为我发现 Pro 经常会容易忘记开电源，所以就录不到声音。那老板你就站那么远好了。OK， 如果录不进去的话，就只能好说质量吧。好，那个我们家主要啦，贩售一些比较特殊的3C周边，像是这种支架固定体系，因为最近。大家都在玩摄录影，GoPro 相关产品很多，啊、快扣结构的系统、夹具的部分，这蛮多人在会选购的。然后主要贩售手机相关、3C 周边相关，啊、像现在直播很夯，有些特殊的录影稳定器，我们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。啊、谢谢。